对，重点下面怎么表演？哎，我们像雕牌一样，你知道，第一次就铁枝，来一个 KT， 对，后面怎么 H 怎么玩怎么压？不，但我知道，我们要必须在下一段表演的现场。我们节目是很多元，各式各样的表演类型都有。对，那当然是刚刚专业啊，给一张很专业职业的氛围。当然我们有娱乐开心，就是博君一笑的表演。对，全家适合收看。对，全家。接下来表演的是丫头。丫头也一直是可爱的、啊。对，我想说大家都没有动起来的感觉，妹妹很久没有在黑色跳舞了。你要带动。没错，我要带动那个现在很红的郑多燕的韵律操。好。大家跟我起来，啊 one， 呼吸。你要站起来吧。啊 two， 左右手。帮自己散步的感觉。好，三，扭屁股，画一个八。八。你有没有画八？有，我有画一个小八。好，接下来画八的时候呢，要憋下去，别画下去。哇，好累哦。好，感觉到肚子用力了之后，再慢慢上来。哇塞，好难度耶。好的。哎，这个画八要 solo。接下来郑多燕，一个一个来。哎，小八，画八。好 ，OK 喽。有点累。好，玉兔，画八。重头戏，选手各司其职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厉害了。对啊，这个他真的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时代性的人物，因为在他之前，大概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太规矩。哎，对他接班了。我想说实在，就像我觉得很多的表演者哦，其实尤其长相或声音被记住很难。划时代的，因为你看像哎这种声音哈，叫卡通声音很可爱的，大概以前老一辈的大概就有蔡圭。不过他带动是蛮好的。可是他现在这种声音，大家已经在听到这种娃娃音的时候，大家说哎你怎么跟丫头一样？你怎么跟丫头一样？他就是示范者了耶。接下来玉兔，你也要再来舞蹈。一个即兴的比较开心的舞蹈。开心。对。我觉得跟你以前表演的东西，我第一次看他表演是跳 Nobody， 对，那时候吓到我。可是他现在这表演的东西，就已经不是小妹妹了啦，快哭了。讲话蛮熟，小妹妹了。是我一直看到，包括我现在看到他，我都很希望给他一个鼓励，是说，其实你就要做自己，然后一直努力，有一天观众一定会看到你的好。接下来当然大雅成熟了。哎呦。再来表演比较不一样哦，就是我就是想说今天要表演，然后我想唱一首歌，然后本来前面跟制作单位讲是一首开心的歌，可是我刚突然很有感触，就觉得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，然后就这首歌呢，我要唱这首歌也是老大非常喜欢的歌，这是他妻子的歌，叫《那些花儿》。而且因为歌，我觉得歌词意境也蛮符合现在，就是好像经历了一
些事情，嗯，然后很多朋友已经离你远去，然后可是还有一些朋友就在你旁边的那种感觉。会开始飞，嗯，然后飞到世界各地，像蒲公英一样。真的，我觉得大牙不容易啊，年纪到了就是不一样。我突然想哭了，我突然想哭，你在那边讲啥？会，哎，不过这是很美好的一段回忆，对，就是你们自己的黄金时期，就是我觉得很像大家庭，而且刚刚大牙唱歌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参加毕业典礼的那种感觉。你哭什么？擎天刚啊，跟牛玩什么的，我都是过程。但是我觉得，对啊，你看从一瞬间这个表现来讲，那种情绪的爆冲啊，我觉得他们人生应该最喜欢这一段时间。确实啊，这个我到现在我都回忆五年前、六年前那种哦，彼此每一个礼拜都见面一起打拼啊，真的。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有点。杂乱无章，但是其实这因为这样的东西撞击起来，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很特别的角色。没错，嗯，对啊，就每个人都很好的发展，包含两位老师也是，参加那个 Nike 运动会，他的课程永远是爆满。其实像大家都一直问我们说什么，你们黑社会里面是不是有心结，然后或者说我们觉得有内斗，但其实真的没有。我觉得我们黑社会就像大家庭一样，然后我觉得还好，就是我们有个老大会很照顾我们。对啊，对，就。开心了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一个，现在有不一样的表现。那希望未来啊，可以看到你们有家庭，然后自己带孩子，我们再一次相聚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次感谢啦，所有最棒的伙伴们。啦啦啦。